近日，韩国大势男子团体 EXO 成员朴灿烈的亲姐姐朴佑拉主播接受了媒体采访，并讲述了自己和弟弟之间的故事，曝光姐弟俩同龄照大战优良基因。朴佑拉赞弟弟灿烈很单纯，很会照顾别人。提起弟弟灿烈，朴佑拉表示他真的很温顺，很善良，也很懂得照顾别人，有时甚至不太会说拒绝的话，所以也会担心他，并分享了许多姐弟俩儿时的照片和珍贵回忆。面对记者提问，朴佑拉表示，小时候也会经常和弟弟打架，我们两个上学的时候都戴隐形眼镜，但灿烈经常拿走滴眼液，就总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打架，并说道，但是后来灿烈开始宿舍生活了，不能经常见到面，有一次差不多隔了一年才见到面。听到灿烈回家的消息后，真的直接跑着冲出去迎接他，真是颜值高又温暖的姐弟，